除了便宜大碗的平价牛排，我们在师大附近呢还找到了这么一家特别的巧克力小店。它特别的原因，除了各式巧克力，还来自于老板的背景。27岁的老板施伯树，他是台大国际系毕业的，还在当学生时，他就找了朋友跟同学，一共4个人呢合伙创业。现在这个小小的店面，承载了这4个年轻人的巧克力梦想。很少，我们在业界很少。美味细腻的巧克力落到第一师傅高材生手中，会擦出什么火花呢？生平第一次做出来的第一颗巧克力，给我弟的时候，他说：“你会觉得你做这个跟那地上那个大便很像。”然后我看一看，哎呦，真的有点像，就是黑黑的，然后形状又不规则，烧焦就算了，然后那个烟就是很大，那个烟很大，然后弄得我们那个巷子里面都是烟。曾做出黄金，又差点把房子烧了。他是27岁毕业于台大国际系的施伯树。不过那是过去式了。经过多年手艺锤炼，现在的他和伙伴打造了一间巧克力梦工厂，在台北师大夜市旁的巷弄闹中取静，悄悄地把人潮吸了过来。这边最招牌的是这个抹茶巧克力，特别为抹茶迷研发的宇治抹茶巧克力。还有抹茶黑巧克力蛋糕，香浓的黑巧克力和微甜的抹茶慕斯抹茶蛋糕，细腻叠出8个层次，在舌尖上舞出浓郁细致的旋律。这是 brownie 的面糊，生面糊，等下进烤箱烤的面糊。浓稠面糊贵在比例拿捏，成分其实很单纯，两种类的天然奶油，蛋黄、蛋白，再融入70%的苦甜巧克力，最后加上坚果，画龙点睛。好，我要进烤箱喽。布朗尼的浓香扑鼻下，很少有客人不被征服。不同于市面上的做法，这儿的招牌布朗尼在独家精算过的火候伺候下，达到外皮酥脆、内部绵密湿润的质地。伯爵茶吧，数一数二喜欢的。如果爱欧风茶香，有英国知名老店的伯爵茶制成的伯爵茶巧克力是老板的得意之作。日文其实生巧克力是柔软的巧克力的意思，就它软的巧克力。对，它这种巧克力特别强调柔软。利用高鲜奶比例和特殊温控，创造出奶昔般绵密的生巧克力。老板还独创了抹茶和百香果风味，会从吃的其他的部分，调酒、饮料或是咖啡，各种地方，然后去寻求一些 idea 这样子。对啊，所以整天都在想。整天那是一个职业病吧，可能无时无刻啦。对，就是，好，这真的就已经内化在生活中了。缤纷的灵感把巧克力变得风情万种。日本济州白美酒的烟梅香入苦甜巧克力，清爽酸甜，像个日本少女。而融入爱尔兰奶酒的白巧克力，裹上黑白双层可可，浓醇滋味释放酒的浪漫。多元精致的口味，5年来慢慢造就了巧克力王国。创业梦把当时读大三的施伯树，从一个不谙厨艺的大男生融入了巧克力的世界。这几岁的？大概24吧，24岁吧。因为这本书实在是太重要，我怕一拿出来同行吧，因为这本书真的是机密。你可以。国外的书跟台湾的书就不一样，他们写的就是非常的从理论开始着手。那台湾的书大部分都喜欢配方，对，就比较浅。你都读原文的？对啊，重点，红笔。好认真，很认真的。我高大学念英文都没这样子。为什么会想要创业？可能我不知道，我就现在台湾对于创业这种意义，好像对于念书的我们来讲，好像是一种很美好，然后好像是很特别，或者是很疯狂，然后年轻应该趁着年轻有失败本钱，然后尽力去尝试的一个美梦这样子。我觉得创业对当时的我是这样，但我也不知道。我也没有，当时也没有想到说我今天会延续着大学做那个美梦一直持续下去这样子。转行创业，台大所学何用？
贯通理论、深究学问的精神，在巧克力的学习路上真实体现。那时候还蛮崩溃的，特别是我们第一次在百货公司设柜的时候，就是我们那时候又期末考。不过我印象他好像是那个学期还拿书卷，就很厉害。对，我不知道他怎么办到的啦。施柏树负责巧克力的研发，而精通摄影和美术的伙伴陈孝慈帮忙把美味呈现到极致，还有打造精致包装。另外两名伙伴打理行销和财务，把巧克力丢入网络市场试水温。初期啦，进来以后，然后买一买，然后在网络上写负评，哦，然后昏倒。大家知道那种负评的对我们这种的感觉吗？就是你用心的在一个东西上，然后大家。可能别人只是用一句话、两句话就去否定你。好，谢谢谢谢，谢谢我们节目很多人看，希望你店生意越来越好。好，谢谢谢谢，好，谢谢学长。不过他们没摔下去，而是在不断改良中慢慢赢回市场，站稳了脚步，走入实体店面。现在第一家分店也即将诞生。这个玻璃。所以看到师傅在里面做，又一次从零打造起。施柏树搬来一堆家当，要再拼一次。珍珠人呢？他有一点妈妈性格，就是就是说有什么事情，他说好，那不然我弄好了这样。我想到一个还不错的形容词，这样就是诚实、可靠、信用好。对，那就是这种感觉，就是他做什么事情会给你一个非常实在的感觉。有时候我觉得做生意其实是我一个很大的缺点。缺点吗？但我是偏那一种属性的。对，他现在还没学坏，还没变奸商，还没变奸商。我要募资，我觉得还蛮容易的。对啊，那时候反而挡掉很多很多要进来的钱。对啊。那现在后悔了，没办法，没有了，就跳过。所以你是说，就是人格还是很重要的。这觉得很重要，而且因为大学其实是很容易观察到这个人能不能信任，跟社会上你要募资不一样。用踏实的人格去逐梦，这勾勒出了蓝图，不怕没有落实的一天。美食的世界有着无限的可能，而稍后的记录台湾，我们就要带您去拜访一位非常特别的加拿大厨师。他不但说了一口流利的中文，而且快炒手艺下下叫。马上回来。